地瓜好吃哦。嗯。这两只猫是什么？有东西吃吗？它们差不多吃饭时间到了。回外面没东西吃。它在拍你，对。我都会被人家欺掉。看你吃好吃的东西。然后主人说我们要出去出远门的话，放在那边，然后有时候它就被吃掉。你干嘛吃那么高兴？就挨一下，挨着了。嗯，四五天。啊？四五天。嗯，蛮惨的。吃的好高兴。哎，你说我打翻的啊？怎么了？怎么这样子坐起？哇，吃的全身都脏了。这不是这个，我知道，那是 strawberry 的脏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喜欢吃啊，喜欢吃啊。